欢迎收看莎莎兰华语新闻，我是陈希晴。近年来，莎莎兰的天空之镜成为火红的旅游景点。据说这片神秘的美景是被当地的渔民意外发现的。每当大潮时，海天一色倒影在沙滩上，美得让人无法忘怀。来看莎莎兰小主播陈希晴采访报道。从莎莎兰河口出发到天空之镜只需半小时，只有在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，海水退潮时才会出现天空之镜。这种特色景观，每次也只出现一至两天。想要朝圣这片美景的朋友，就要挑选个良辰吉日了。莎莎兰天空之镜爆红后，大量游客涌入，带动了这个传统渔村的旅游经济。莎莎兰小主播陈希晴采访报道。